我不习惯，然后脾气暴躁起来的话，那个后果呀，不堪设想，对吧？你们懂的。欢迎烧白，欢迎烧白，谢谢烧白，谢谢宇宙无敌帅的烧白，谢谢你的到来。好，赚了个闪现。请求集合。先别急，咱们先把兵线给清了。我手有点抖抖的，兄弟们，你们怎么看？好，支援去。咦，出错鞋子了。这出装有点。别走啊！想走，一血到首先。别急，别急。这个闪现很灵性，兄弟们，一血到手了，这把基本上舒服了，好吧？哎，兄弟，你搁这干嘛呢？啊？又没闪现，没有二技能，别急，搂他，必须搂他。哇，这血怎么这么满？他血怎么突然回的那么满？其实我浪费了一个那个鞋子的装，刚出错鞋子了，是吧？开始撤退。好 ，OK。先出个小吸血书。一条线分为两段，其中一部分对于……好久没直播了，不习惯了，怎么搞？兄弟们，你们会不介意的，对不对？毕竟你们那么帅，那么高富帅，那么白富美，对吧？我没蓝了。好，蓝也被对面给反了，吃口奶，然后的话支援一下他，一会儿让他帮我一起清。这应该没人吧？算了，兵线来了，鱼哥你跟我一起清。请求集合。又要去蓝区吗？我很想要那个蓝，打下路啊，也 OK， 省点蓝，别急，不能着急。哇，闪得很快。开始撤退。以菲波那契数练。很凶，我没蓝了，很难受，很难受。走走走走，兄弟走，宇哥走了。没蓝了，没蓝了，一点蓝都没有了。宇哥喂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捞他，捞他，捞他！我的蓝马上来了，蓝马上来，别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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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，来了！哎呦，我的天，满血的，算了。哎，兄弟，撤退了，拜拜了，我回中路去了。奖开了没有，兄弟们？右下角。还有两分钟开奖，大家可以点个关注啊，大家。各位大佬、哦、欢迎你们的到来，然后也是四个多月没直播了，很不习惯。宇哥帮我打一下蓝 buff， 搂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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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想去哪？想去哪？这一闪很灵性啊、哦！前期的时候可以，咱们可以用一下一闪，但是的话后面不太建议。帮他拆一下线，然后再回中路，因为中路现在没有人来拆我们的中线，没有人来拆我们的中塔。先回中路去了，小乔没什么蓝量。算了，他不会来跟我干的了。先把兵线给吃了。沙白下播了是吧，兄弟们？开始撤退。要打是吧？打他，兄弟，打他，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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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。过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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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分！捞他，捞他，捞他！差一点点伤害。开始撤退。这个一能拆就能拆到，肯定打不死他。回，别急，再出个回响。
想啥呢？没大招啊！两秒。不好意思，走，不够伤害，有点难。我的天，死不掉，有办法啊？很气吧？是不是很气？招牌刚下播的话，估计他要去吃个饭啥的，毕竟那么多个小时，对吧？一会儿晚点看他有没有时间。他说，我跟他说的时候，他说看他下播以后，看他状态，他如果说状态好的话，他会来跟我打一下双排或者三排。我知道你们很想他，好吧？一日不见，对吧？没有一日呢，一火不见如隔三秋。谢谢烧白，烧白在呢。谢谢烧白的超级火箭，我得接着再刷一刷，有点乱，现在我有点乱。吃个上路兵线，开始撤退。4700-3600，其实我会开瑞的，但是我现在很乱，算了。让一个，这个塔的话是绝对守不住的。哎，没清楚，想啥呢，兄弟？想啥呢？棒，很舒服。来，再来一个。哎呦，别急，大招级，慢慢来。好，没蹦，没有被动。这边不太适合收被动。要被他扇子给扇到，扇到的话很难受。刷个被动先，可以杀他。哎，兄弟，留着也怪，让我刷一个被动。来来来，咦，你我好，主要是他想要让我看一下弹幕，还有看一下人家中奖的啊。我这个人头送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主要呢是为了就是说看一下弹幕，你们能懂吗？毕竟的话我4个多月没直播了，然后的话刚回来就很不习惯边直播边打游戏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的话那只能送一个人头来看一下大家的弹幕。如果说我不送这个人头，那这把游戏一直都没得看弹幕，对不对？我就很难受。打起来了，发起进攻，你来。我伤害很高，我跟你说，都别走，别急，来，好，主要这个奖抽完了哦，兄弟们，这个奖抽完了，我再给大家抽个奖，好吧？再次发起，然后刚刚中奖的那十位朋友，记得就是说，你们如果说那个什么的，想就说。不能说了，反正的话现在抽是抽鱼翅哦，然后应该很多人都知道。欢迎我们家二豆，谢谢二豆的火箭。好，别急，再出个博学者之帽。我这个椅子跟这个桌子好不习惯呀，有点不习惯的，兄弟们，被动刷起来了，你想啥呢？可以的，很骚。这老牛又想撞我，两个人头都跟这老牛有关系。那谁死了？没必要，兄弟。东皇没大了。哎呀！问题不大，我不去。我先调一下这个椅子，各位大佬先抽一下奖，好吧？接下来再开瑞。右下角。
对，有点太心急了。我们打法师的话要稳扎稳打的，不能太心急的。我经济都不行了，一直没刷经济。阿克的经济就跟我一样了，捞，很捞。别急，不能急，来，他死了，差一点点我死了。想啥呢？你能弄死我？我不跟你皮，好吧，稳扎稳打。雨哥哥，我来了，莫慌，别怕他。差点伤害了。阿珂刚刚还没死，我这点血量还是先回个家吧，别急。你证明不了自己的可爱。谁刚刚谁开通的伯爵？谢谢 OLI， 谢谢你开通的伯爵。你们觉得阿珂会不会在这边等我呢？好的，蓝贝他拿掉了，他很飘。来，兄弟，搂他。他不摸他，看到是一个程咬金，他就不跟他打了。这只牛好烦呀！小姐拿个蓝，别急。千万不要着急，慢慢来。Shut down。干嘛呀，这只牛，我跟你有仇啊。这牛看对我了，兄弟们，看对眼了。欢迎鲨鱼贝贝，谢谢鲨鱼贝贝的飞机。喂喂喂，差不多得了啊，兄弟。好，正常啊。应该很多人熟知我的那种啊，都知道我正常开播第一把都会先就是说先，你们懂的，对不对？先输一下才能够显得出来我后面牛逼，对吧？不然一下子如果说让你们看得太厉害的话，一会儿你们就没有看下去的兴致了，对不对？要有反差感，你们懂吗？不过我杀七个了，然后的话伤害被宇哥拿最高了，我一直在那里凉皮呢。好的，